鹿港水环保节举办成果发表会，7月21日将伫鹿港的统一度假村来盛大举行。事实哦，最近大家拢真认真练习，希望呈现予大家上好的学习成果。鹿港镇水环保节，即个礼拜假日21号要来举办成果发表会，囡仔即马是真认真咧练习，希望伫你当工会当呈现上佳优美的一面。我们这次成果发表会的主题是今夏狂欢舞派对，我们要演出的舞马有中国舞、芭蕾舞跟现代舞。这次比较特殊的是，我们有融合的现代芭蕾的舞马，还有一些比较创作性的舞马，比方说有企鹅啊，还是一些动物狮子啊，欢迎有对舞蹈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观赏。会当有这么精彩演出，实在要甲这群学生加油而乐。因会当在你课业的压力当中，抽出时间来练习，该跳舞，就是因上佳好的动力来源。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关于舞蹈的一切，然后就是为了让呈现给大家看到。我们努力的结果，这首舞马是由少数民族舞蹈的傣族来呈现的。然后这首舞马就是要很美，然后很妖艳，要很有女人味这样。透过成果发表会，让这群舞蹈家更靠自信、健康，还是着专业的表演知识，也让因得到美好的回忆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